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请让我们自己的业自己背，不让台长给我们背业。请观世音菩请卢军宏台长慈悲救救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是2008年属鼠的。男的女的啦？男孩。几几年呐？2008年属鼠的。哎呀，先天性的骨头啊，脑髓体、骨头，这里脊柱全部都有黑气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是。这个孩子，你看看吧，能不能给他每天叫叫魂呢？没有办法，大概每天8点钟，好吗？好。身上有一个灵性，先把灵性叫回，先把魂叫回来，然后再把灵性去掉。那要叫多长时间的活儿？2个礼拜。小房子要念，哎呦，小房子很厉害，大概要念了好了60%的话，要念3000张。好吗？好。会60%好的。这个孩子，你看他这么大，还要溢尿，就是说像叫什么，就小便晚上，就是自己不知道小便叫什么。叫什么？哎，尿床。对对对。对不对啦？对对对对。台长厉害不啦？现在还在尿不湿了。现在还在带着尿不湿，看见了吗？放生多少条鱼，台长？他身上有一个灵性，不但搞他的肾脏，还搞他的牙齿。这个小孩子有一个牙齿都烂掉了，里边。断了一个牙齿，你不知道的？对对对，是有一个。怎么不讲话的啦？你不讲话，我不看了。不不不，台长慈悲，救救孩子吧。现在几岁啊？现在已经7岁了。这孩子呢，生命是没有危险的，灵性要赶快超度走。就可以了。你们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给他开个小灯。开。好吧。走道上开小灯，把你们家的卫生间门要关起来，晚上睡觉。好。为什么不关啦？怎么办？我看你们家那个卫生间很小。是。东西放了太多。对。水盆，水盆下面放的堆得一塌糊涂。对对对。要看见吗？太大厉害了。台长，我该怎么给孩子许愿，让他尽快能好？你许愿呀，你自己许呀，你要吃全素呀。是，我让孩子也终生吃全素，我也吃全素。好好念经啊，这个孩子染色体有点问题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哎，我怎么都懂的了。请师傅干嘛？请师傅帮我看一下一个亡人。讲吧。郭瑞云。叫什么？郭瑞云。郭瑞。瑞是瑞祥的瑞。云云云彩的云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哦，个子蛮高的。是。眉毛蛮浓的。对。穿得很整洁，很朴素。对对。好人。是是。眼睛不是太大，但很有力。对对对。在天上。感恩菩萨，感恩。你们把他抄上去了是吧？对。啊，你让人家讲完呀。是。哎。对不对啦？对对对，我给念了100多张小房子。100多张，他本来人就好。是。好像是你爸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我爸爸。他生前心眼特别好，特别善良。非常好。他走的时候，你们好像还找人超度过。对对对对，超度了。
你们走的时候也没给他穿什么好的衣服，是干干净净的啊。嗯，对，很好，在天上。嗯，感恩菩萨。嗯，我看看啊。哦，嗯，他说放不下你妈妈。是，他们感情非常好。嗯，感情非常好。他说叫你妈妈好好修，谢谢。他说你妈妈现在好好修，以后会比他修的还高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谢谢。他现在在上面做的一些一般的工作，在天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嗯，很自由，很开心。他说叫你妈妈要吃，他留下来的钱叫你妈妈不要不舍得。他说你妈妈都藏着，一分都没用，对不对呀？是，也是。哎，我怎么连这个都知道的？好吗？好好修行啊！你想不想把你爸爸再抄得高一点啊？嗯，好。啊，你再念啊，要1200章，可以把它拖到啊，这个可能会拖到欲界天的高层。好，比较高的一点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嗯，谢谢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他爸爸手脚很勤快的，什么都会做，家里什么都会做啊。而且被他妈妈骂，被你妈妈骂他，他告诉我整天你妈妈骂他。嗯，对不对啦？以后还骂人不啦？学心灵法门可以骂人的啊，下去啊。